说不到于一百的自然数当中，什么自然数？正整数不大于一百，代表小于或等于一百，可不可以等于一百？可以。他说能被二或五整除的自然数有六十个，问你这些数字的总和是多少？然后问你，好，二的倍数有几个？怎么办？二的倍数有几？二、四、六、八，以此类推到几？一百，对吧？所以二倍数全部加起来行不行？这二倍数总和行不行？那题目说要二或五的倍数嘛，所以五用算，要五的倍数总和是几？五、十、十五、二十到几？一百。麻烦你把五的倍数总和加起来行不行？那问题来了，你这样加没错，加到几？一百。但是老师问你，你直接把二倍数加上五的倍数是对吗？错。为什么错了？因为有没有重复的？有，重复是几倍数？十的倍数。所以说你二或五的倍数，对不对？你会说什么？能被二或五整除的自然数嘛？所以说这里二的倍数、五的倍数有没有重复的？有，重复是几倍数？十的倍数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所以十的倍数有谁？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到几？一百，对吧？麻烦你把这些加起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来告诉我，基本上呈现什么现象？等差。来告诉我这上面总和事情，首项加末项。告诉我，哎，二的倍数有几个？到一百有几个？五十个，除以几？二，行不行？这一样，这算不算事情？啊，一零二除以五十一，二五五零。所以二倍数总和事情，二五五零。五倍数一样，把首项是五加上末项是一百，几个？二十个，除以几？二。所以五的倍数有几？一零五零。十二倍数一样，把首项加末项，乘以几个？十个，除以几？二。所以说算出来是几？啊，五五零。所以说总和怎么算？二的倍数有几个？被二整除有几个？被二整除的总和是二五五零，被五整除的总和是几？一零五零。回答我，有没有重复的地方？有，重复的地方是几个倍数？十二倍数，请教谁？五五零。所以说，告诉我算出来是几？三零五零。把这题看一下 ，OK。